做位了，等位一个高低，比了等位一个高位，高低，等位，不对，还不好，还有还这里会，啊，紧抓一下子，啊，等一下松一点了，放松来，Section，阿妈，你这边哦，Frank啊。 脚没有力，脚没有力，嗯，脚没有力，嗯，这手没有力，这手没有力啊，哦，手没有力，我也是，左手没有力，我这手没有力，嗯，啊，对了，手这个没有力啊，好，你看啊，哥，啊，你看这个手啊，伤，哇，很紧哦，你看很紧很紧啊，旁边呢也是很紧哦，伤不到哦，伤不到啊，看到这里而已，这个手呢，伤，这个也是很紧啊，好，旁边伤。 这个很紧啊，紧嘴压到，按这里，跟这里，跟这里，这里紧嘴压到，等一下松很多了啦，放松松啊，嗯，嗯，嗯，啊，对，嗯，嗯，嗯，啊，听到。 好，这个两个，拿这个，嗯，哆，这个哆了，你看你的手啊，咦，轻松了，你看，轻松很多了，可以垫到另外一个耳朵都可以了，Hello， 好，上前呢，咦，也是轻松了哦，哎呦，这里呢，哆，左位压到而已，刚才这个手也是没有力嘛，你讲好，好，现在看，咦，也是很轻松啊。 会不会是他？可以带到耳朵旁边，滴滴滴滴滴。运动动作的问题啊，走位啊，太大了，动作压到时间线。他刚才呢，我弄一点点，下次走位一点点，卡住了，现在呢感觉到轻松很多哦，<笑>没有弄到了，走位一点点 ，alignment 走了 ，alignment 跳回去就很好了，很像电车咯。 大家表现性不好啊，那条那个量车啊，120啊，嘟嘟嘟嘟嘟嘟，跟他 alignment 回去，啊，叫漂亮一点点给你啊。嗯，啊，对了，好，两手放后边来啊，弟弟，手指串手指啊，现在弄你的美容骨紧嘴啊，好，抓紧啊。谁在我的脚？谁在我的脚？哇，这么大力啊！嗯，啊，听到我抱抱。 还有一点点呢，嗯啊，对了，开你的以前的旧伤，影响到你的脚没有力。第四、第五就是以前开过刀啊，就是不好压到摔跤，比较没有力。他脚没有力。嗯，现在给他脚没有力啊。他压跌倒啊。啊，站起来一下，哥。哇，这么快哟、哦！站到地下。坐下就不能站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好，站这里啊，好，跟你弄回去，过来以前的 operation 啊，第四、第五 operation。 放松松啊！放松啊！阿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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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坐下来，站起来，坐下来，轻松很多哦。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坐下来，坐，站起来，好，坐下，站，啊，对了，松了，
刚才你的美容柜以前你开了刀，开了刀啊，放 operation 呢、啊，第四、第五件还是不好，所以影响到两个脚没有力。现在我跟他那美容柜呢，开过刀了，十多年不拔了，开一点点而已，开一点点，那个血好得多，给他那个血好得多就好了，很小事情的，不用怕。现在所以你的美容柜不好啊，会影响到你的盆位，你的盆位一变，卡住了，所以这里开刀3年也是这里不舒服。等一下给你弄好看 ，OK。啊，跟现在要旁边睡啊，侧睡，侧睡啊，慢慢来。慢慢来，他会晕。会晕啊？会晕啊！啊，侧睡，旁边，睡服，睡服。我以为这个好，安哥放松啊。呀，不懂。放松，安哥。哇，听到我咚咚，咚咚咚，啊，人家做对了嘛，好，不要动了，好。啊啊，放这里啊。对了了，好，安哥转过来呀、啊。对了，很快哦。等一下开始脚有力了，那时候用那个四个脚。那个左边有刀手，说你。啊，这里开过刀。啊，哦，有。这里开刀，开到来这里，很累。3年前。还是要跌倒了。嗯，不怕。脚没有力。脚没有力，没有没有力，就全部是在这里。说它这里哦会很酸，是啊，全部是这个，它两个脚没有力，全部是在这个，这个一好了呢、嗯，这里也是松了。说是今天我要弄是弄这个，这个最重要的。嗯。因为它血呢，我们头部嘛，来到它血来到这里，这里再分两个脚了。它是。说是这里压住嘛，很少哦，很像。它是抓住了，它上来很轻。啊，很轻的啦，等一下。还要做高的力度。嗯。放松，安哥。听到我还没弄地板了哦。啊，对了，看下边那个锥子。One more pillow for me 啊 ，Can you throw one pillow？ 好，给你睡高一点点啊。嗯，没问题。啊、这个你的脚没有力啊，最重要是哪里来啊，给你弄回去啊。一啊，你看我、哦、啊，安哥，先看这个脚啊，你看这个脚啊弯到这里啊、哦，感觉到很紧哦，很紧很紧。你看这里到这里，你看我手啊，跟着六，很紧哦，六个手指而已，到你的捏捏来这里六个手指。好，第二，折安。痛吗？嗯，一点点啊。好，第三我翻过来这里啊，这里熬过来，你看很硬的，熬不到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硬？啊，你看下不到了，到我的位置这里。好，看这个脚啊，好弯脚啊，哥。啊，这个弯不到哦，你看这里卡住了哦。这里最痛了，就是这个开刀的位置，3年了，开刀。你看呢？这里卡住，这里上也上不到了，很紧了，90度而已。你看这个到这里很多，下不到。好，第二，折，按，痛啊，一点点的。第三，换过来这里，开这里。痛吗？痛，很紧啊！来，看也是到腰下不到了，腰。OK， 安哥，我来了不？啊，对了。好，放松啊。嗯，不用吧，放松松。
啊，很紧哦，痛哦，那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嗯啊，对了吧？完成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开个刀的，这里有个切的，不怕。嗯，放松啊。放松。慢慢来。放轻松。放轻松。放松啊，哥。啊，对了，这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嗯、啊，对，好。哇，听到吗 ？Pro。哇。你听到两个喷妹吗？噗噗噗噗，好，现在看你什么分别啦？先看你这个脚，这个脚弯，看这里到这里，轻松很多了，几个手指而已，痛吗？啊，松很多哦，你看啊，到来这里，五个手指到你的肚子，顶住，第二，按。好啊，刚才开脚开不到啊，好，现在开。低了很多，松很多，你看啊，放手啊，可以弓上来了，可以垫到这里了，就是盆位美容棍，轻松很多了。你看你的脚哥很好啊，到床了，很痛吗？不会啊，现在开刀来这里。就是，啊，所以这个你的盆位开不到嘛，所以你走路很难走啊。所以我的盆位可以开到这么多，你伸直了走路不会这么跌了。你看你的盆位轻松了哦，刚才嘟到这里这么高，现在不会上来了，就是你走路不会很难了。哼，好看你的这个脚了，这个最重要。弯脚啊，好弯弯，再弯。他膝盖这里为什么会酸呢？后面全部后面这里。等一下啊，那现在这个脚可以上到很高了，刚才到这里九十度而已，到九十度，现在他的脚可以比较，哎，轻松很多了，哎，感觉到哦，这个很高，六个手指的。六个手指，刚才这里卡住了，现在呢有进步哦，刚才是到这里啊，不行了，好像卡住了，现在有。哎，当然没关系。那没关系的。啊，感觉松哦，轻松哦，好，反过来。痛啊！痛啊！痛，他连整个喉咙都痛。啊，现在开呢，啊，也是松的，轻松很多了。好，最重要啊，哥。啊？那最重要啊！你看哪两个脚？等一下。掉下去了。啊，不会掉的，哎呀。嗯，还在下面呢。在什么都不掉，不是痛，我什么怕？我怕掉下去。好，现在你看你的脚两个弯呢，轻松很多。那可以蹲下来了，哎，这个是蹲的哦，对不对？那你看这个脚到这里，这个脚也是到这里，刚才这个脚不到了，这个开到位置不怕的。好，用力踢我上去，踢，用力踢。啊，对，现在要运动回去。好，做三次也可以，踢，第二踢，用力。深呼吸。哎，不错哦，好下。好，第二次踢，用力运动回去。好下。好，安哥。大大的踢，我很重的，你知道吗？再下，抓加到两下，我80公斤了。嗯，好下。最后一次，上。嗯。OK 啊，他脚有力了。如果他没有力啊，我这样按个踢的时候，他脚会发抖的，抖来抖去，抖来抖去，抖来抖去的，用不到力的。现在哥，你看你踢我，踢，没有抖了。下，让你这样，不要用力。对，啊，如果不是他，脚会抖的，很好啊，这里好了。现在他这个可以弯很多了，
有痛啊，束缚很痛哦，用力会痛吗？哎呦，不会痛，不会痛啊，用力不会痛。不会用力不会痛，好了。你平时医生还要做什么那个运动？好看。他每次是这样甩呀、啊、可以可以可以。他每天早上有运动。嗯，好，珊珊阿哥跟你调整整条美容过来。好。打扮。OK 啊，这个会下到一点点啊，换嘴啊，舌头不要放出来啊，啊，换你的嘴啊。这个很重要，放松啊，对，很好，放松。嗯，哇，听到哦，颈椎咚咚咚咚，啪，听到哦，颈椎不好，影响到你两个肩膀不好，现在肩膀很松了了，腰部也松了，蹲的时候，现在替我让他蹲两个膝盖也松了，这个两边都松了，还有这个拍，这个脚。也轻松，这个脚也盆位、啊、这个是盆位，如果他盆位不就不好啊，所以没有力啊，他来到这里很痛，下不到了，刚才下来下不到了，现在可以下到，就是盆位高了，就是退回去，他以前开刀十多年那个不怕的，等一下你感觉你脚有力很多了，脚没有力了，是啊，美容过开过刀那个还不对，还不好，现在好了，好，现在要按最后一次，大大力踢我上去了，好，大大力一脚踢死我，一脚踢死我，一二三，哇，好，太大力了，自己跳过去，好，等一下，收了，开始收了 ，OK， 大大力一脚踢死我，对，用黑发力，好了，等一下走路来看一看，全部对。